相信中意自己整 smoothie 或者奶昔嘅朋友咧，屋企一定会有一部搅拌机傍下身嘅。今日我就揾嚟呢一部少女粉红色又带点复古感嘅搅拌机，同大家试整一下三款唔同类型嘅饮品啦。搅拌机除了外形非常之讨好之外，而且无论榨汁啦、整奶昔定系整沙冰都完全冇问题，而且最方便咧就可以即刻榨完即刻拎出街饮，啱晒各位减肥人士自己整 smoothie 啦。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试下啦。